吴亦凡最新恋情曝光，女主出面否认，网友这水有点深。在这个网络时代，娱乐圈一有热点就会混动全网络，这不就在昨日，有网友爆出吴亦凡恋爱视频，一下子火爆全网，占据各大热搜榜。以前我们总是因为他的作品上头条，因为绯闻上头条的次数少之又少，但是这一次他却突然被曝恋情曝光了。他们俩的新闻在微博上挂了一天，双方都没有站出来否认，但是很快过了一天之后，女主这边就在微博上发声了，她的这种澄清是有一定目的的。各大网友也是在下面纷纷留言，怒对情牛正威。目前绯闻的女主都已经出面澄清了，那么网友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把这件事发酵下去了。